刘嘉玲对戏，梁朝伟对戏，你跟这些人对戏的时候，你怎么去接戏，或者怎么不去怯场？年少无惧，我觉得那个肯定是出现在袁咏仪年轻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怕。我有一个，我是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挫折，就是张国荣想表现给他看，反而这个就让自己出错了。哎，这个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全听你说，星期一晚上8点八频道，你可以上 Mi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更多全听你说的视频。